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啊，这是我们高清重制的节目系列。那这个系列的话呢，会以领袖之证的玩具呢作为主要的更新。那还在想说呢，这个月不知道拍哪一个。那在网络上呢，看到了一个领袖之证呢即将来到十周年的一个消息。那它有推出了一些复刻的玩具，其中有一套呢是这一款 Voyage Class 的这个 Breakdown，还有这款飞行小兵的一个综合的组合包。那么这两个玩具的话呢特别是手上的这个蓝色的这个 Breakdown， 台湾的话这边的当时的网上的翻译叫做死火，然后大陆的同好朋友们好像称呼它为极岛。那我们今天就用英文来称呼它好了啊， Breakdown 这款的话呢可以说是领袖之证的玩具里头的价格标到最高的。那它当时推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日版限定，一直到结束呢它还是日版限定，然后呢还有另外推出一款黑色的版本。那这黑色的版本的话呢并没有在这一次要复刻的系列里头啊，所以呢可想而知这一款黑色的版本呢应该会成为领袖之证系列的玩具里头呢可能会变成单价最高的一款。这个当初推出的时候呢价格呢平稳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才慢慢的涨起来。那这两款玩具呢不会推出美版呢，其实我当时也就早有预测，因为它跟其他美版的玩具呢人物的手臂的部分呢待会变成人形的时候给各位看一下，它并没有美版那几个 V 级玩具呢手臂上透明部件啊，所以当时我就单凭这一点我认定它不会推出美版的玩具。而如果不包括接下来要推出的这个复刻版的话我想我的猜测应该也是对的了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来进入这个玩具的分享。当然我们会一边聊一下这个领袖之证的一个其实它应该再闲聊一下领袖之证好了啊。它的话呢算是电影跟我一样很多电影入坑的朋友的话呢他们接着呢所接触到的第一款动画版的作品，因为它是2011年年底的时候播出的。那很多的领袖之证的设定呢沿用了它，算是被真人电影影响很直接的一个动画作品，像是大黄蜂呢不能够自己讲话啊，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甚至领袖之证的话呢后来的话呢还影响了真人电影，比方说电影第五集呢这个 Unicorn 它就是地球啊，这个设定呢也是从领袖之证里头的第一季里头的 ending 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由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说地球的内部呢就是这个宇宙大地的这个设定。所以这个系列的话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经典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先看这款飞行小兵好了啊。先看 Minicon 好了。因为它都是日版，当年领袖之证的玩具呢到了这个Robust in the Sky 第二季之后都会有日版的玩具都有这种 Minicon。那我们这 Minicon 的话呢每一款的话呢它都是可以单独变成一个动物以及一个武器的形象，还有就是所谓的贴纸。那这个的话呢就无可避免了啊。那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是变色龙一样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来简单的变形一个武器，其实有些变形武器我其实我也不太记得怎么掰啊，反正你就随便捏一捏啊，原则上就能够变形完成了。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武器的话要不要变啊，我不太记得啊，反正就这样吧，当它是一把枪了啊。那这个变成枪之后呢在飞行小兵的身上呢是比较不好搭载的，因为呢他身上的孔都是对应的，不是左右边各对应呢就是这样的啊，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扣的。那你单独只扣一边的话呢势必会破坏他整个一个美感，所以我们就不扣了。那这个飞行小兵的话其实他的造型是作弊，他就是一个外星载具。那在动画片里头他确实是有出现过这个所谓的一个飞行小兵的一个形态。最经典的一幕呢就是有一次呢这个 Megatron 呢很生气的呢把几个杂兵呢从宇宙船上面丢下去啊。结果呢丢下去的杂兵里头呢有的运气不好呢就是没能变成飞机啊，变成车子还是掉下去了。那有一些运气不错呢就变成飞机就还活了下来啊。那一幕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这款玩具的话呢最令人注目的还是它的一个黑色，是典型的钢琴黑啊，反光啊非常的漂亮啊，你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样子在里头对不对，我有穿衣服啊，非常可惜啊。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话呢点缀的部分呢可以看到这是使用了一个贴纸啊，这也是这个系列的一个贴纸。那我不晓得呢再版的这个部分呢会不会是用贴纸啊，但是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前面的这个 Decepticon 的一个标志呢也都是用贴纸。
然后呢，它这个造型呢，就非常牵强的一个，就长了翅膀的车子吧，就是把它当成是外星载具了啊，你可能会，然后它的一个因为是飞行了，就没有这个轮子，但是因为它下方有一个支撑的一个起落架，以及这个地方是有点凸起来的啊，所以它其实放在桌上的时候呢，它有一点点浮空的感觉，啊，它有点浮空的感觉，个人觉得还不赖啊，还不赖。再来就是这一款。这个当年呢，被很多人诟病呢，缩水的非常厉害的这个 Voyage Class 的 Black Tang，当时真的这个 V 级，现在来看不觉得它很小，当年来看它可是带头缩水的其中一个战犯哦，非常非常的小。上方的话呢，也是利用贴纸呢来做一个涂装。那它身上的这个塑胶呢，是比较稍微已经是到领袖之证的 RID 版了。这个官方的塑胶呢，已经是开始全面的这个开始变差、变薄、变脆了。所以这款玩具呢，当时在把玩的时候呢，是会让人比较小心翼翼的。那它身上的这个贴纸的部分呢，年代久远了，而且我大概讲一下啊，以我手上这款 Black Dawn 呢，我是在领袖之证结束很多年之后呢，才二手品把它给买下来的。当时我就先买黑的，然后这一款我当时错过了，价格一路飙升就没有买到。那这个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变成是一个犀牛，那这个稍微掰一下就可以变成锤子。我记得动画片里好像是拿锤子吧，还是我居然忘了这个部分，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雷神之锤啊。Anyway，这个锤子的话呢是，如果这个的话就反正也是非常牵强，你随便放哪吧，放哪好像感觉都不太对啊，放哪都感觉不太对，我们暂时先放到一边去吧。那最后的话就是稍微的补充一下啊，就这个是 bonus 的，这一次再版是没有这一款黑色的，它前面呢多了这个有一个非常漂亮电镀的一个防撞感，还有这个带着侵略性，像是电影第三集啊 Megatron 的这个卡车前方的这个带刺的这个部分。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年代久远，我也疏于保养，稍微有一点褪电镀了。那这一款的话呢，它里面最大的特点是它里头有一个半个人类的一个雕像在里头。在领袖之证里头呢，是有人类呢跟这个死火的话呢是结合在一起，变成是一半的变形金刚，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人类的躯体在里头。啊，这当时我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这个人类呢，人类的这个邪恶这个组织呢，去挖变形金刚身上的这个变形齿轮，就是挖他们身上一个变形的关键那个道具呢，企图创造变形金刚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影响到变形金刚第四集的剧情。哦，OK，那这上方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跟人结合之后的一个再生版，所以它做出一些战损的一个，也是贴纸啊，也是贴纸。那这个贴纸的话呢，就是我当时这款是我自己贴的，所以保存还稍微好一点点。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对，还有这个，它的这个 minicom 比较有趣，变成一个螳螂啊。当然，这个在这个动画片里头，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没有这个东西的。那这个稍微缩一缩吧，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把枪，我记得它是可以变成一把枪。哎，怎么变了？我忘了啊，这样子，我想起来了。变成武器的话是这样，枪是这样，哎，是吗？OK，我忘了，无所谓，好，还是这样子，变成枪，OK，没关系。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身上的凸跟凹呢还稍微合理一点，哎，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啊。OK，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好了。这个呢，我大概讲一下，我这几款拿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就是这款死火的身上的这个二头肌啊，有一些地方的关节，我不知道这么久没有玩，就变得非常的难转动啊！我必须要稍微再上个细油，才能够再把它给变回一个正常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呢变形成一个人形的一个状态好了啊。那个很久没有玩了，但是应该也还是可以变形吧？重新从这个地方两侧给打开。如果各位对于人变载具有兴趣的话呢，啊，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啊，还要看我以前的影片，我基本上都是之前当年做的影片，都是一个人变车。那因为这个是高清重置嘛，我们就把它给稍微换一下，换一下方式啊，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车，变成人，这些地方呢，照比例把它给打开。这个地方，它这个腿的变形啊，跟标准版的小兵啊其实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手臂的话呢，一样，从这个地方分开，从这个地方分开，两侧给拉开来，这里有一个两侧都有连接这个关节，将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部分，把它给松开来，松开。然后手臂的话，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拉开就行了。这个地方的变形的时候呢，还蛮妙的。你只要往内推，它就自动到定位啊，自动到定位。这种感觉呢，就是非常舒服的啊。这个地方啊，都是黑色，好像这个打光的话要稍微不是很好打啊。这里两侧给打开，
打开。哎，这里啊，打开了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把它给转出来就行了。这个地方呢是靠旋转转出去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这块部件往上面提一下。头的话呢可以伸出来。哎，这个部分是整个是拉出来的，还有一个联动拉出来，往后放，放到后方去，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了、哦、脚的话比较简单，就是又简单呢又精妙，这个感觉就很好。这里是这个地方把它给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件往前面，先把这个部件缩进去，前面的部件缩进去，再把上方这个部件往下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这里有个凸，扣进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放进来。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这里先折进来，折进去啊。这个小兵的这个脚的变形呢，跟它的一个就是再次强调，跟它的一个正常版就是一个杂兵版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问我说呢，杂兵版比较精彩呢，还是这个这个飞行的这个小兵比哪个比较精彩，我一定告诉你啊，肯定是杂兵版比较精彩。因为杂兵版是变成这个车辆啊，它是一个有这种凯迪拉克风格的一个车子，那比这个是已经是几乎是所谓的一个外星载具的这个形态来讲要好看的非常的多啊。这个地方不小心压得太用力了，这样子。嗯哼，它的一个飞行小兵的话呢，还有另外推出一个所谓的一个飞行小兵的一个 general， 就是一个将军版本。那个的话呢，我以前的节目也有给大家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各位可以去把它给翻出来。那它是一个号称是银白配色，其实是一个灰色塑胶色的一个配色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小兵的形态，体态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修长，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造型的。后面的翅膀呢，如果你是翅膀控呢，应该也会很喜欢。那它翅膀的话好像我记得是放这样吧，没得固定了，整个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小兵的一个感觉。那它的一个 Minicon 就直接的握在手上，这样配色看起来也是比较舒服一点，紫色的一个小兵，有狂派的一个感觉。嗯哼，这里那甚至这个手的可动性还不错，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多重的关节，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一个两手持大枪的一个感觉。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那头雕也看一下好了，头雕也做得挺漂亮的。嗯哼，个人是蛮喜欢的，蛮喜欢这个玩具的。再来我们就来进行这一款，这两个家伙的变形呢，只有插在前面的这个 bumper 的部分。那我们先来变这一款好了，我们先把它后面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卡扣，这个卡扣把它给松开，这是第一个要松开的地方，这里把它整个给翻上去。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儿分开，这里这个卡扣把它给掰开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把它掰开，然后呢脚的话全部的往前面放下来，往前面放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脚的这个部分呢往前面推出来，这里后面这里卡住了啊，这里把它给推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哎，这个这块部件哦，讲一下，这块部件也是最近重拿出来玩的时候呢，它会掉了，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那我还是要说一下啊，这个领袖之证的玩具呢，真的是到那个时代之后，这个胶啊什么的呢，已经是没有办法跟电影前两集的玩具去相比了啊。那这个地方扣上去，这里翻上去，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主要是这个地方的结合，这个地方可以转动，然后这里有块凸，扣到后面这个洞，这样子转过去，扣上去，啊，这个扣上去的话没有什么难度，脚的话就算 OK 了。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哎，这个转上来一点，上半身的变形也是挺简单的啊。我们首先的话是把这个两个胳膊的话呢，有两侧把它给掰出来，掰出来之后的话呢，把它整个手臂呢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双动关节啊，这里把它整个给翻出来，整个翻出来。好，手臂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整个的折，这里也是一样，折出来。它的手的话呢，从人变车的时候呢，是打断反向的一个折法，就是把这个手肘给打断的一个折法。然后呢，把这个带刺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先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掰到外面之后，把这个带刺的部分呢直接往外面翻出来，这样整个解放开来，再把这个部件呢这个地方翻进去啊，这个家伙是要翻进来的。那另外一个黑色的家伙呢就不需要这个步骤了。再来的话是把这个上方两个引擎盖这个部分往两侧给打开，
这样勾上去，这个时候前面的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就可以结合了。然后呢腰身旋转180度，手臂的话呢转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个翻转，就是整个拳头现在在手臂内侧，我们把它往这个方向给转出去，将这个拳头给转出来。这里也是一样，哎呀又喷溅了啊！这个玩具就是久了之后的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喷溅啊。那我具体来讲，我刚刚到底喷了哪个部件，我再看一下啊。这个地方，这里，胸口这个部件喷掉了，我把它捡起来一下。好，这个部件的话呢，说真的，喷溅的话呢，好像蓝色的这一款喷的比较厉害，反而是这个黑色那一款的话呢，我是在重复多年没有拿出来玩的情况下，好像黑色的还比较稳当一点。OK， 这里这两个地方是胸口给打开，因为这个头已经出来了。好，这个的话呢就是缩水的非常厉害的 V 级啊。这个时候你看可能不觉得它很小啊，在当时可以说是真的是被大家就是一片的批评的。那这一款的话呢，我就提一下好了，我这个地方啊，你看上面还有一点点油亮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关节呢啊非常的紧，我这么久没拿出来玩之后，它几乎是转不动的，几乎是转不动。武器头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复刻的两个玩具，就是这样子了啊。那最后的话呢，这个家伙的话呢啊也来变形一下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推到后面去。这一款的话呢就干脆先预告一下了，它可能会变成这个灵兽之证的一个就是系列的一个神物啦。就是如果说是以高单价叫做神物的话，那这一款的价格的话呢应该是比较有机会会涨高的啊。来，我们再把这个部分给打开，这里啊，真的把它给破坏掉这个结构就可以了。这里你只要压下去它就破坏掉了，然后呢把这个两腿的话往后面掰开，然后往后面可以先把这个两腿给伸直。再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给往前面转上去，转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把它往内翻进来，让这一块凸啊去扣这边这个洞，这样子转过来，这样子这边过来把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先把这一个部件往上提一点，先把这个脚掌出来，然后这边往内翻，翻进来之后我们就来扣这个位置。好，扣上去，好，扣上去。 OK， 这个腿部的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再来的话呢，先腰转180度啊，是可以的，先腰转180度。再来呢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里头因为没有涂装哦，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吧。其实它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类的一个脸在这里头，那个角色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总而言之呢，有一个人类的胸口以上的部分呢是被装在这个赛博坦生命体里头的啊。那这个时候的这个Black Dawn 的这个身躯的话呢，就是由这个人类来主宰他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呢Black Dawn 这个人物呢，这个家伙的赛博坦的这个人格已经死亡了，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好，这个地方打开，往两侧呢先拉开，拉出去之后把这一块部件呢带刺的部件呢给转到外侧。这里也是一样的，先往外翻一点之后呢，把这个带刺的部分呢给拉出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原本是一个打断手的一个翻折方法，这里也是一样的翻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刚的话呢我们那一款蓝色的版本呢是要把这一块往内折进来的，但是呢这个黑色版本就是不能折进来，折进来也没用啊，因为会扣不上去，所以只能够直接暴露在外面，它就是等于少了一个变形步骤。再来的话，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引擎盖这个部分给打开，引擎盖给打开，然后我直接往下面盖下来，扣上去啊，胸口已经完成变形了。然后这个那刚刚那个机器人的这个啊不，那个人类的胸像呢，就直接塞到了这个身体的内部去。最后就是把这块部件旋转这个小臂，这块部件把这个拳头呢，拳头本来在这个手臂里头，我们就把它给旋转出来。整个变形呢也并不难，刚说不会喷溅，你马上就喷给我看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地方把它压下去啊。OK， 因为这个部件啊转的时候呢，这个由下往上
等于是把这块部件挑出来了，感觉这个应该是我变形的一个流程不够优雅啊，所以才会造成的啊。当然它本身这个设计喷溅都没断掉好，哎，这个说法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说了，真是的。行，那最后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一个这个 Minicon， 它的 Minicon 是一个变成是一把枪啊，但是具体怎么有点忘记是怎么啊，应该是这样的。OK 了，嗯，它的一个武器比较特别一点，可以扣在这里。嗯哼 ，OK， 那么呢就把他们的话呢都给完成了一个变形了、哦、那我们就稍微对比一下好了，这个黑色的跟蓝色的哪一个好看呢？其实都好看了啊、哦。那以曾经的价位来说，它是比较珍贵的。那它有一段时间被压着打，但之后价格通通都上去了。那两者唯一的差别就是胸口的造型不一样。然后这个蓝色的版本呢，是要把这个 Bumper 给塞到肚子里头，但是因为这一款它肚子里头已经多了一个人类的一个胸像，所以这个部件呢就塞不进去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更加有侵略性的一个胸甲啊，姑且就这么称呼它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领袖之证呢即将呢要复刻推出的这主要是这两款啊，蓝色的这个死火跟这个紫色的一个飞行小兵。飞行小兵也是有所谓的一个将军版啊，但将军版的配色我觉得不如这一款好看哦。这一款的这个紫色呢还有一点金属的感觉，所谓的将军配色呢官图可能看起来像是银色，但其实它根本就是灰色的塑胶而已，所以这一款小兵可能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值得推荐的。那我网络上看了一下复刻版的话呢，这两个家伙的话呢好像是台币16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还不至于到非常天价了、哦、以这个玩具的质量感觉，特别是如果你是领袖之证的一个迷友呢，经过当年没收到的这个遗憾的话呢，可以在这一次呢把它进行一个补完。那这一集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